哇，漂亮！太闪电了，哇，太非常好。想法对的，但是发展是因为发展啊，也好，可以，可以。有的Thank you.
变化，就是一点点变化啊。哎，那个左手打的是 open 还是 A？ 哪一个？那个左手，第五排，永远都是第五排。哦，他应该是 open。那个人知道吗？那个人厉害吗？就是这边这个，这个以前厉害，现在。没那么厉害，但是我也打得不错啊，对不对？他三次输给他，三次输给这个超越。哦。他往后开球不对。有太难了，然后包括再加再接球，刚才一打他一记，他这样长到十米多，一旦有起伏，然后。正手也能转，没错，但是发完以后的话，要是真的没错，但是一定可以说他不动的，一定转起来的。他刚刚没有起来打，就好了。好球，这个发那叫正手，他上来脚架挂了，对对，发球那一挂就乱套了，啊。一个弹胶器，然后过来用这个，都不知道他怎么进的。
以啊，相信可以，没问题啊。就开始组织进攻了啊！对了，有了，中间变化。对了，然后短球要拉他，打他一下啊！再打我，用再大力啊！打出落点啊！攻他一个，或者拉他一个啊！攻的时候就上台就好了啊，落点他好就。打中路，打中路。
要让他起板。
是啊，你现在过来，刚才我们先过来，我们那我们先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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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强的话，我可以快点。我说你要注意，一定要有这个长线去运动。这是第二个，你发发正手的时候，它这个球站在中间是正手的时候，发到这里有点，发完发这球两个球，给你的反手很快，一定要调理正，调理正手快打一个，他打一个，往中间打，然后他接着过中间再去打。如果到你反手的时候，反手快点。再等一下，他一接就是快接，叫我跟你说，不要老是发力，就他这边都是有点力，但你老发力发不出，因为发力因为你碰到有点大，球点还在后面，在前面他一打，再接上来再打，好不好？现在是这样，他的球你戳出去的球，不要往里退，一退就没事，你一定要做起来，这样输了要再进攻。一退肯定不行，因为他的实力两个实力，他不怎么平衡。我只有在前面推动推动，靠长的来切，或者是长的去反攻，但是首先从接发的能力，要发的比较，而且他力的短，力的短再长，甚至就是拉拉的，一定要有变化。OK， 好不好啊？那我们就是大。Thank you.
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接得很好，变化很好啊，后面更好了啊。
你要赶上一遍，
错了没关系，这就是错的。我错是那按脚，不错是短的。你现在各一半，你各不错短，你各一半，人家两边，那你不错。等我差不多，就是我要错是那按脚，我去变化一下了。对对对，变化，就是你发现就变化了，这种是。我给你一下，不是你一下就想打死你。三局他可能应该可以开五三局，哎呀，不能用这个局，他的局比较算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一局会这么算的，压一次。